招远。到，不就可以进城了吗？昨天我是谁来着？你看上面有个吕，你很有可能姓吕。你俩人，请。这必要这么隆重吗？来，花美妮。皇上密旨，任命狄仁杰主持办理洛阳女人命案。我有娘子。要不你先随我进城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案发现场。我觉得找娘子没有这事有意思。走，皇天传人就是安岳的鬼魂回来报仇了。狄仁杰，他绝对不会活着来到洛阳。狄来人，你也想走？好主意。你手下的那帮人全是废物。你继续当你的狄仁杰，我继续当你招远。朕要闭关一段时日，去接受法师的返老还童之术。洛阳城的冤魂灵魂凶杀案一定与此事有关。皇上不能入水，入水必死。他是刺客。法师说，再不做法，将会永远错失时机呀。